经过死荫幽谷，徘徊绝望边缘。过去的经历总令他们难堪，亦看不到明日的出路。在绝望和黑暗中，他们怎样获得自由的力量，走出苦难和罪困的笼牢，迈向光彩的未来呢？如果还有明天，亚洲电视6月首播，创世电视密切留意播放日期。